五月天终于回到沈阳了。玛莎的那个裙子太鲜艳了，我一直觉得好像旁边有人在跳舞的感觉，我在疯狗，很令人分心啊，风情万种啊。不是啊，我本来是坐靠他近一点，后来发现我坐这个位置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裙子上面下都在飘。我们下一首歌呢，我们让我们的阿飘，不是那个玛莎，玛莎飘，玛莎来带领大家唱一下。哦，是 F key 的那一个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不是 U key， 不。那。不是这个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三个字，开头三个字，没有那，哦，等一下，就是有些人呢会是这个编制内状况外，我们今天玛莎呢，完全就是在五月天的这个乐团的编制内，但是呢，他是在演唱会的状况外，全场我在听话，我在位置上等你点我，四天了，给我一个机会，其实你买到四天的票，我想不需要其他机会了。稀罕等于喜欢啊，对啊，喜欢。我喜欢你，在东北的话就要说俺稀罕你，不是俺吧，俺是山东啦，哦，就山东。俺喜欢侬，侬是上海话啦。